办的战斗陀螺比赛的冠军宝座。那这边也说明一下，我们前一阵子战斗陀螺也刚举行完我们的全国系列赛，那我们最终的话是有选出两名选手，将会在十一月底的时候代表台湾去日本参加我们的亚洲杯竞赛。那在这边希望各位听众可以给予最高的祝福，希望可以在亚洲杯旗开得胜，将我们亚洲杯王者宝座荣耀带回台湾。那我们回到我们赛场这边，这里有关于我们最后两位选手的冠军宝座的胜负对决。那两边的选手决定好了自己的陀螺，确认没有问题之后呢，即将要开始进行我们冠军赛的第一回合，请双方出示第一回合第一颗陀螺。左方选手拿出的是超大风神深海蓝，配置960R。右方选手开出的是我们的双位银狼970O，请双方选手加油。好，我们这边绞杀攻击的攻击刃是有极大的倾斜角度，擅长从下方将对手暴力或击飞。但是我们双辉银狼呢，则是在下方有着强烈化解攻击的回转刃。这场比赛确定就是哪一方比较有优势哦。好，我们冠军赛的第一回合，双方准备。3, 2, 1, go! 双选手发射成功，那我们交双攻击在外侧进行进攻。两项蓄力之后，双方的陀螺选手都并没有打到加速杆上面。这条极限冲击，哇，重击，可惜角度差一点，威力差一点点。那我们的话看交叉攻击在前期的进攻的话，有一定的失去了太多的回转力。这一回的话，我们的双飞狼成功的防守下来，看看感觉。我们的获胜可以吗？比出1-0。那我们左右方的选手率先拿下第一回的旋转胜利，比数1-0。进入到第二回合，左方选手派出的是我们的黄色魔导神杖，配置160B。右方选手派出的是我们的凤凰飞翼，760R。好，现在是冠军的宝座已经发起步了，双方都互相上下没有任何失望，没有任何失误，没有失误的机会哦，准备。3, 2, 1, go! 双手发射成功，那这边的话，蓝色的话被在外侧蓄力中加极限冲击，那成功给我们的魔导神杖重击，将它重击之后，魔导神杖很危险的从我们的极限区域回来，那后飞翼的重击还看感觉，这里回转获胜得一分，比数是1-1，战成平手，进到第三回合。那我们冠军赛第三回合，左方选手拿出的是我们的超级魔力黑龙5601，右方选手派出的是我们的魔导神杖黑翼3600，请双方选手冠军赛第三回合加油。目前双方是1-1，都已经拿到了通往胜利的目标。是否我们要在下个回合做极限胜利分出胜负呢？好，准备，听我口令。3, 2, 1, go! 双选手发射成功，那我们的魔导神杖占据一个绝壁的位置，他重击之后并没有将我们的长手龙形成黑龙击飞出去，那两边的陀螺在高转速之下，双方无数的碰撞，那么长手龙形是蓄力之后一下重击给他重击，可惜并没有成功击飞。那我们现在赛局来到中速阶段，我们绿色魔导神杖是右回旋的再力型陀螺，那我们的左回黑色的陀螺是我们的长手龙形是左回旋的攻击型陀螺，来回两边的旋转方向不同，两边都会窃取对方的陀螺转速，这一回的胜负将会非常的接近。那我们稍微是持续其中，那我们裁判判决，绿色魔导神杖回转获胜，得分比数2-1，进入延长赛，重新排列顺序。那第三回合的时候，我们右方选手拿下了旋转胜利，得到一分，那得到了目前是2分的优势。那我们左方选手也不甘示弱，那我们是还有一分。那我们现在因为双方没有分出胜负，所以进入到第四回合的时候，双方就是第四回合第一颗陀螺，左方选手拿出的是我们的魔导神杖。160B， 右方选手是拿出我们的凤凰飞翼760R， 目前比数2-1，冠军赛第四回合将开始，双方加油。双方实力不相上下，前三个回合都是一分一分的拿，目前进入第四回合，双方准备，3, 2, 1, go！ 双方选手发成功，裁判决。好，这里来补充做一下说明。双方比赛的成立要同时涉及，同时通过竞技场的上照，并且都落到竞技场上才可以开始碰撞，如果在双方落地之前就先进行
到碰撞的话，就是会不成立比赛哦。所以这一局不再一次。好，那我们第四回的话，因为发生规则，所以重赛。那我们第一冠军赛第四回合再度开始，裁判。好了，在双方选手能为我们今天的冠军赛画下完美的句点。第四回合目前2-1，双方准备。3, 2, 1, go, 双子手发射成功，那这边两边都有非常强劲的攻击，这一句的话，回来了，魔法棒没有放弃。那这边的话是我们的魔法杯持续进行进攻，我的魔法神杖从外侧回来之后，寻找力相当的高，所以我们的魔法杯在外中间持续进行进攻。那这一轮裁判判决，这里进攻成功，漂亮的回转获胜，得分比数3-1，还差一步就能拿下冠军了。但是你期待的对手可以立刻使用金色胜利来进行比赛要胜哦。那我们第四冠军赛的第五回合，右方选手目前是3分的金牌优势。那我们这边的话是第五回合拿出我们绿色魔道神像360H。那左方选手目前1分，但是不要轻言放弃，如果一直拿极限胜利的话，就可以一举逆转。那我们左方选手在第五回合派出的是我们的苍穹龙骑士黑龙5601，冠军赛第五回合3-1，左方选手加油。这边苍穹龙骑士擅长的战略就是厚重的连续打击，不知道这次魔道神将是否能撑住。我们第五回合准备 3, 2, 1, go。 双子手发射成功，两边都有非常强劲的射击，两边在外侧进一步之后，率先进行攻击的是我们的魔道神将。那我们后续的话，苍穹龙骑士在外侧进行压重击，从我们的极限区域打，但可惜没有击飞出去。那后续的话，我们苍穹龙骑士在外侧持续进行了进攻机会，加碰撞，可惜威力三点。后续的追击的话，目前看起来我们的魔道神将都是有防御住的，但是赛局来到了中枢阶段，遥望了我们104的苍穹龙骑士是左回旋的陀螺，会吸收我们右回旋魔道神将的旋转力，所以接下来的胜负还很难说。那目前看起来的话，两边都在持续的吸收对方的转速，所以这一回的胜负就是非常的接近。裁判判决，这里绿色的魔道神将回转获胜，得分。